康腾特代工的莱茵子轴线性轴触发50克，上盖 PC 底壳尼龙双段加长弹簧，出厂自带干膜润滑。莱茵子采用的是两边大卡扣的结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 KDT 新模具的原因，在部分开轴器上特别难开。可以看到弹片上有少量的润滑脂，这个上盖被我有点拔坏了，新轴的话不会这样。弹簧为长度约22毫米的双段加长弹簧。莱茵子采用的是带防尘壁的加长轴心，视频有一些看不清楚，但是轴心四面都是有干膜敞润的，小角上有少量的润滑脂，但可能因为我是第一批轴，有的轴敞润不均匀，据说第二批有改善。